Hello，大家听得见吗？声音 OK 吗？好的，那屏幕也都看得见哦。好的，听得见就好。那我们8:05左右开始吧。我们再等2分钟哈。
好，8:05了，感谢大家今天来参加我们 Go Markets 的网课。还是一样，做一个风险提示，今天我们说的所有的内容都不涉及您的财务状况以及风险承受能力。好，那么今天网课由我来跟大家讲。在讲座开始之前呢，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悉尼这周六呢，在中午1点半到3点半的时候，在 Burwood 有一个讲座，如果大家在悉尼的话，可以去参加听一听，讲的主要是外汇和黄金的分析。好的，我估计最近黄金的热度比较高。在上个月12月12号的那个网课也跟大家说英国大选的时候，也顺带也说了一下黄金接下来的走势，大家可以找到当时的视频看一看。当时也跟大家说了，就是黄金呢，按照过去的情况来看的话呢，是一个梯度上涨的趋势，也就是说呢，只要一旦开始上涨突破，涨势呢就会表现得比较凶猛，而且迅速。当时也画了一下上方的支撑线，差不多是在1480的位置。那我们现在呢，再来看看黄金价格的走势图，也基本上是符合预期的。我们知道黄金要上涨。但是呢，的确是不知道具体是哪一个时间节点它才会涨起来，或者说会发生哪一个重要的事件。但是呢，从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黄金过去1年半的日线图，其实黄金在2018年的年底就已经开始上涨了，那到现在呢，也一直处于一个上涨的趋势当中。而且我们看到，固比均线在黄金日线图的应用也算是比较符合黄金现在的走势的。从时间的周期来看，如果大家想要把握这样一个大的交易趋势的话呢，一定要有一定的耐心。我也给大家算了大致上一次、两次黄金上涨的一个时间周期，分别是3个月的上涨和4个月的上涨。那其实回调的话，我们也可以从图像上来看是差不多的。那也的确呢，也是经过了3个月的调整和4个月的调整。那我们如果说大胆猜测一下历史会重演的话，那接下来的2个月，黄金应该也处于一个是调一个上涨一个震荡趋势上行的一个态势，所以只要 K 线接触到固比复合线的红线组的下缘，我们就可以把它看作一个买入的点。那止损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参考一下下方的蓝线组的上边的位置。那目前固比线给大家的信号给出的是1540，之前大家应该都设置过那个固比线啊，大家也可以自己看一下，因为这个线呢是随着那个黄金的 K 线图一直在波动的，所以说我们现在看是1540附近，那在1520附近呢可以设置一个止损，这也就是那个长期的蓝线组的一个位置，这一单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有一个大致的。怎么说，做一个心理建设吧，可能会拿一个2个月左右，因为之前的话呢，第一次是3个月，第二次是4个月，那这一次呢，也不知道是会上涨，是维持一个多长时间的态势，那我们保守预计的话呢，也可能会持续个3到4个月，那这一单可能我们会一直拿的，大概也是这么一个长度，这也就是一个中线级别的一个做单的情况吧。那既然是一个中线的单子，所以说波动肯定是会有的，所以说清仓也是比较重要，因为只有我们是清仓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才会比较好嘛，对吧？那止损呢，也可以随着黄金价格上涨而适当的提高。当然，大家也可以看到之前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单子也可能会被向下突破的引线所打到，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触发一个止损，所以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可能止损的话也是按照个人的情况进行一个调整，那就像刚才说的，大家可以把黄金的投资分为一个中短长3个线嘛，那一般我们长线呢是看半年或者以上，中线的话呢就是看1个季度，那短线的话呢就是1个礼拜左右，当然也有一些day trader，也就是超短线的交易者，是一般的话呢是看日内的或者说是小时级别的一些交易，那大家如果在
做完一个中线级别的看涨的单之后呢，也可以去进行一些小波段的一些交易。像是目前黄金的价格，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也就是在一个区间内波动，差不多是在1563和1536之间，在这个区间之内呢，做一个波段，我觉得应该是也是有不错的收益的。当然，在这个波段当中啊，大家去进行一个，大家在进行一个做空的时候，可能就会面临比较大的风险，因为毕竟我们的中线的长度是看涨的。我这里好像漏了一张图。那我这张图呢，也做了一个未来黄金走势的一个预测。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那一般就是大家想要交易黄金的时候，我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黄金买多少比较合适？哎呀，图没漏啊，对，就这张图，大家可以截个图看一下。当然，每个投资者对自己的那个交易的区间的画法可能都不一样，大家这个仅供大家参考啊。那现在黄金的价格应该也是差不多是在1555左右。回到刚才的话题，就是最近问的比较多的问题了，就是大家会问一下，就是黄金大概买多少比较合适？那我这边也要跟大家说一下，一般呢，就是资金才能决定大家各位的交易的手数，因为我们的交易都是在杠杆的嘛。那杠杆呢，虽然能够帮助我们提高资金的使用率，可是对风险呢，我们也要有一个正确的了解。那我就跟大家说一下，那我们一手呢？一手黄金就相当于是100盎司，那一盎司呢就等于是1550美元这样。那按照黄金现在的价格，假设是1550的话，那一百盎司的话就是155,000美元。那因为我们的默认杠杆是100倍，所以说一手需要的保证金比例就是1%，也就是1550。那如果说账户里有2万美金的话，那我们买仓可以买多少手？这也是很容易计算的嘛，对吧？那就是用2万再除以我们需要付出的保证金，也就是13手，价值200万美金。大家算一下，正好是100倍，对不对？但这实际上呢，是很少有人会这样去做的，而且这也是很不可行的，对吧？因为黄金是有波动的。如果说我们真的这样子买的话，那肯定是马上就会扛不住风险嘛，就直接就会有爆仓的风险。那我这边呢也做了一个计算啊，上周也帮我们的一个客户算了一笔账，那就是假设有一个2万块钱的资金专门就拿出来交易黄金，那买多少手是安全的？那我呢也参考这次伊朗事件的一个波动，差不多是60美金每天，一天呢，一天中间波动了60美金，对吧？从1610跌到1550，这是一个上冲然后又回调的过程。那中间计算的过程呢，我就不在这里跟大家再说了。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截个图自己算一下，或者问一下我们的客服小助手。那我就直接说结论，就是2万的资金的话，买2手是一个比较安全的范围。那如果说5000的话呢，那就同比缩小，也就0.5手。5万的资金就是5手。那这2手呢，大家肯定也会觉得那我们应该怎么买呢？对不对？总不见得就是一把梭哈，是不是？2万块钱全都买进去。那我觉得，在做外汇交易这块呢，分批入场还是一个挺重要的概念，而且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子做的，很少有人说就是，我看好一个产品，然后我就买一次。那大家资金呢，肯定就是想提高自己的使用率，那都是会分开来去做一个阶段式的买入。那我们就可以聊一聊那一个比较，大家可能都会考虑过的问题，那就是仓位管理。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仓位管理法
几个比较有名的，我们之后会讲到，就是有专家试验过，在用抛硬币啊，随机选择是做多还是做空的情况下，好的仓位管理技术依然可以让大家在市场中赚到钱。也就是说，不管你对这个，行情的看法，我们不管是做多还是做空都可以，只要你的管理的，你买入的方式啊，或者说你的止损价格设置的好，那你都是可以在这个市场中赚钱的。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那我们就看看平时我们自己见的最多的那三种仓位管理法，就是漏斗型、矩形还有金字塔型。我们今天一个一个讲。那漏斗型仓位管理法呢，顾名思义，它就是看起来像是个漏斗，对吧？一开始的进场的那个资金量比较小，仓位比较轻，但是如果行情按照相反的方向进行，那我们就逐渐加仓，分担成本，而且加仓的比例越来越大啊，所以说看起来啊就像一个漏斗，被叫做漏斗型的仓位管理法。简而言之呢，就是说我越亏越买，越跌越买，加倍买，从而降低自己的持仓成本。这种管理方法大家有没有想到啊？是不是一个最常见的？中国式抄底操作法则，价格越跌，持仓量反而倒越高。当然，这是好处的话呢，是如果后期的走势真的是按照我们自己判断去运行，那漏斗越深，那我们的盈利也就越可观。但坏处呢，想必大家也都清楚，就是如果说漏斗越深，也就代表着我们的仓位越重，手上可以使用的资金量啊也就越少，这时候呢可能会出现经济周转困难，也就是说套牢。我们所有的钱都套在这一个产品上面了，越陷越深。如果说方向判断失误的话，价格没有及时的反弹上去，本金无法支撑仓位，就可能会陷入被迫平仓的困境。而且这种方式会吸纳你大部分的资金在一个产品上面，它可能就会没有丧失了，去投资其他产品的一个机会，也是有一个机会成本存在的。那第二种呢，就是矩形管理法，其实也是跟那个漏斗型的仓位管理法的操作方式是类似的，也是越跌越买，不过每次买的数量都一样，也就是清仓少量，多次的去买进。这样子的好处呢，是可以平摊风险啊，对自己的仓位进行一个平均化的管理。当然，在后期市场如自己的判断一样的情况下，那当然是收益是不错的。其实跟漏斗型的是一样，缺点也是类似的。虽然风险降低了，但是平均成本的下降啊，没有漏斗型的那种操作方式要快啊，就是慢慢的去建仓，当然是放弃了一部分的收益，也放弃了一部分的风险，这都是一样的。就漏斗型的，像刚才我们说做黄金，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它会涨，对不对？那我们在分别在1540或者说1530的那个位置，每隔10美金为一个区域去进行一个建仓啊，比方说都是0.1、0.1这样去买个10盎司，每次都买10盎司，那这种方式呢就叫做矩形的仓位管理法。那如果是漏斗型的，那可能是在1550咱们买0.1，1540买0.2，那1530就买0.3啊，这样子的去买，越跌越买，就是这么一个操作方式。那最后一种呢，就是金字塔仓位管理法。金字塔仓位管理法呢，跟前面两种仓位管理法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说啊，如果呢它跌了，它就止损离场了；那涨了，我再追涨。就是说，如果它一开始的进场的资金量比较大，那如果说之后行情按照相反的方向运行，我们就不再加仓了。如果说方向一致的话呢，我们反而就是会慢慢的加仓，然后但是加仓的比例呢，没有一开始入场的资金量这么大，是越来越小的一个加仓方式，所以看起来像一个金字塔，其实也就是一个倒漏斗的方向，倒漏斗的形状啊，对吧？也是三个，这是唯一一个顺势交易的管理法，好处呢，其实也就是利用趋势性来增加仓位，在趋势中呢，可以获得比较高的收益，风险系数比较低，没有像前面两个仓位管理法这样子要
背着一个趋势去进行交易，越跌越去加仓，这种相对来说金字塔的这种管理方法，它是风险更加低的，那缺点呢是在一个震荡行情中比较难获得收益，容易触发多次止损，损失自己的本金，而且对第一次的入场时机的把握很重要，因为大家看到就是金字塔仓位管理法是你对这个产品一开始就很有信心，然后你把你一半的资金已经投进去了，那之后就算加仓呢，也是不断的减少，就是拿剩余的50%的资金去进行一个加仓，也就是比方说我们现在是在150买进了0.5手，然后等到呢它价格到了1555，我们再加零点三，然后呢，到1560，我们再加个0.2，是这样子一个缓慢的加仓的过程。它越涨呢，我就越对自己有信心，我就越追涨，那总结一下，这三种仓位管理法都跟大家聊了一聊，不知道大家平时是按照哪一个法则去进行交易的呢？其实我觉得仓位管理法这种，这种交易方式是一个很个人的事情，也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只要大家，觉得自己这样子做能赚钱就行了，然后控制好自己的风险，这不管是哪一个管理法都是一个好的方式。我这边呢就给大家提供一个视角，大家可以，如果说大家还没有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的话呢，不妨就是通过我刚才说的这几种管理法，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哪一种更适合自己。当然，每个产品可能你的观点也不一样，那每个产品用的管理法可能也都不一样。那说完了仓位管理，我也想跟大家聊聊一个在做交易的时候特别容易发生的一个情况，那就是行情做反被套牢，对不对？我相信大家在交易的过程中肯定都有判断失误的经验。那市场走势和自己的预期是相悖的，这是很正常的，对不对？因为没有人能够完美的预测现在金融市场的走势。那在判断失误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操作才能尽可能降低自己的损失，保护自己的本金和利润呢？我不知道大家平时有没有什么经验啊？但是最常见的呢，操作方式还是两种也就是止损和扛单。这一样呢，也是没有绝对的对和错。我们今天也就只分析一下每一个操作方式的利与弊，然后让大家自己去按照情况去选择。首先，我们要分清楚现在的行情是趋势行情还是震荡行情，才能够决定我们现在是要止损还是扛单，对吧？那如果是趋势呢，我们做反了，那肯定是要坚决止损的，因为趋势是不可逆的，在那个交易的环境当中，而且一旦趋势形成之后呢，它是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去延续它的趋势的，所以一旦自己发现了行情做反了，在趋势行情中做反了呢，那一定要坚决止损啊，这是为了控制后面我们保护本金的一个措施。那如果呢是震荡的行情，那我们就可以等回调再逢高止损出场，因为震荡行情大家都知道这个价格是波动的嘛，那它很有可能呢在触底反弹之后呢就回到了之前我们下单的那个位置。那如果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选择保本出场，或者是降低我们的损失，在那个位置比较高的位置离场。那么我相信大家肯定就要问了，那我们应该如何判断现在的行情是趋势行情呢，还是震荡行情？那我们就举个例子来说明。这张图呢是一个澳币对美金的一个30分钟的图，我们举个例子，从在后半段我们看一下，就整体来说呢，它都是一个下跌的趋势，但是呢，在这个位置却没有再创出新低了，对不对？
那这种行情呢，我们就可以把它视为一个震荡行情。在之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行情后，震荡行情后的趋势反转。这两个关键的位置，澳美无法再继续下破之前的，延续之前的跌势，那也就是说明啊，就是买盘力量可能是逐渐增大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一下了，那可能它下跌的趋势要结束了。而且按照固比复合移动平均线的指示，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在这两个位置，就是红线组和蓝线组靠的都比较近，而且都缠绕在了一起，对吧？特别是在这两个位置。啊，这其实已经就给我们一个预警了，就是之前已经不像之前下跌的这么利索，而是开始变得扭扭捏捏的，对不对？那就意味着一个趋势可能的发生的改变。那我们再看一下后面这半段，在市场横盘了之后呢，开始了一个行情的逆转，也就是一个上升的态势。红线在蓝线组之上，也就代表着上升的趋势。之前咱们都说过嘛，对吧？然后现在呢，也是红线在蓝线之上的位置，也就是说明是一个开启了一个上涨趋势。那我们之前所有的空单都需要去平仓。那这个位置呢，就肯定是不建议大家再去进行扛单了，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可以一方面呢，可以按照固比的复合移动平均线来判断现在是否处于趋势中。那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看到用 K 线啊，简单的 K 线的最底部来判断它最近是不是处于一个震荡的行情。那我们也来说一下第二种方案，也就是扛单。扛单需要满足一些条件呢，你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是不会建议，我们建议客户去扛单，因为扛单的时间线往往会拖得比较长，而且涉及的金额呢也会比较大，会降低我们的资金使用率。所以一旦被套，最好找机会呢，可以及时的止损出场，或者是逢高减仓。当然，但不是所有的行情都不建议扛单。如果说目前持有的仓位比较轻，而且处于震荡的行情，比方说还是刚才2万的资金，我们在高位购入了0.2手的黄金，那我的资金量是可以承受长期扛单的负担的。而且我自己的观点对黄金的观点，还有市场整体对黄金还是比较看好的一个态势。那相信呢，目前的黄金只是在回调，而不是真的下跌的趋势的时候，那扛单并不是什么大的问题，因为风险是可以控制的。那如果反过来说，黄金开始了一个下跌的趋势，那我们就不能在趋势中死扛了，对不对？那总结一下，就是如果说我们发现自己一旦被套，那我们首先要知道，如果是趋势的反转，那我们就及时止损，不要扛单。那如果是震荡的行情中，我们可以选择高位止损，或者是清仓扛单，等一下趋势。那最后也是说一点，也就是比较重要一点，就是大家可以，就是对于黄金这种比较中长线的交易类型，那大家可以选，而且波动比较大的交易类型，大家可以选择清仓交易。也就是说呢，用比较少的资金去进行一个投资，因为如果方向对了，我们可以使用金字塔型的仓位管理法去回调，会可以加仓。那如果方向错的话呢，也可以及时止损的出局，那进可攻，退可守，可以做到不管是震荡行情还是趋势行情中都可以游刃有余，对吧？交易中还是大家慢慢会发觉哪一种交易方式比较适合自己的。那之前说的都是一些简单的交易小技巧，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澳股吧。最近呢，
我有一个客户，也就一直在跟我讨论锂矿股，主要是他一直在对我进行知识输出。大家知道啊，这个电动车的电池是有寿命的，不是说我这，比方说我买了一辆特斯拉，我买了之后呢，可以跟汽车一样，就是十几年、20年都不用换芯儿的。其实电动车呢，更换电池是一个未来的大方向吧，而且呢，这个电池呢肯定是可以随着我们的科技发展啊，变得续航能力越来越强。那特斯拉的话呢，我不知道它具体是它的寿命是多少，但是我知道它的续航能力呢也是跟着它几个 model 的一代一代的更替变得越来越长了，也就是说它能够驾驶的时间越来越长。那想必之前一开始去买特斯拉的那些人会想要更换。会期待啊，就是更换一个像现在一样有这么强的续航能力的电池啊。那我觉得因为电动车，我觉得主要还是为了节省社会资源嘛，而且就是不要产生碳排放，而且就是能够回收利用。从这方面的角度来看，未来电动车更换电池一定是一个大的趋势。那如果说我们需要更换电池的话，肯定要找一下它的原材料了，对吧？那就是锂矿。最近有新闻，就是看到2020年呢7月份，之前有传闻呢，就是说2020年7月份可能中国会降低对电动汽车的补贴，但是的中国的工信部长也是在2020年的那个中国电动汽车的百人会论坛上宣布了，电动汽车的购置补贴不会进一步的降低，并且海南将在2030年率先成为中国首个全电动车省份，将会完全的淘汰汽油车和柴油车。此话一出呢，澳洲的锂矿股也就纷纷暴涨了。大家想一想，为什么中国工信部的一句话能够带动澳洲锂矿股猛涨20%？其实中国已经连续3年位居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的第一了，也就是澳洲所有锂矿出口商的爸爸们，对吧？我们来看一下2018年全球锂矿股的产量占比，澳洲占据60%啊，澳大利亚呢，我觉得是目前在积极的推进锂矿的开采，希望锂矿的出口能够在未来替代铁矿石的那些缺口，成为澳洲经济的顶梁柱。短期来看呢，中国目前呢还没有减少补贴的话，那中国对电动车的需求依然是很强劲的。那也就是说，对锂矿开采商 Galaxy 来说呢，也是有一个比较强的推力。但是长期来看，其实中国对于降低电动车补贴也是一个必须要走的道路吧，因为所有的产业都要回归市场化，所以说，在长期来看的话呢，可能 Galaxy 之类的锂矿股的价格可能会受到政策的影响而被打压下来。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Galaxy 大家也可以从它的那个图像上可以看到，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上涨的趋势，涨得也是比较的快。当然，像 Galaxy 这种锂矿股，也就是被大家称作话题股吧，它的波动也是比较剧烈的。虽然说呢，现在已经有一点起死回生的迹象，但是大家也一定要注意风险。如果说关注中国的政策，如果说之后一旦中国发表声明说2021年我们可能会降低50%的补贴的话，那 Galaxy 之类的，像是 PLS 之类的澳洲锂矿股肯定就会受到重创。那第二个呢，说一下 Afterpay。相信大家 Afterpay 应该都很熟悉了，就不多介绍。先买后付嘛，也是从2019年16块钱涨到现在33块钱，图形上呢保持着一路上涨的趋势。那高盛的给出的估值也差不多到了42澳币每股以上，这是为什么呢？我觉得，就是单从 Afterpay 自己发的公告来看，Afterpay 在美国开展的业务还是比较顺利的。像是之前 Afterpay 在美国的竞争对手，SEZZLE 嘛，叫 Sezzle 在加州申请行业许可证的时候被拒嘛，然后 Afterpay 立马就发了一个公告，表示自己早就拿到了许可，就是一朝落井下石，把当日 Afterpay 自己的股价就上涨了4%。说明这个许可的含金量还是很高的，至少 Afterpay 一个澳洲的公司在美国，跟本土的一些他们自己的小
他们自己的一些竞争对手来比，还是很有优势的。那近期呢，Afterpay 也就开始了蓄力连日的上涨，涨势比较强劲。那 Afterpay 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我觉得大家呢可以去通过高抛低吸去交易一下这只股票。这样的话呢，能够取得利益的最大化，因为我觉得 Afterpay 这种公司，你一开始，比方说16块钱那个时候买了，然后一直拿着，可能到现在的收益也是经历了很多次过山车，也不是人人都能拿得住的。像是我们这些小散户的话呢，就可以在它价格低位的时候，比方说触及到维加斯隧道附近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去买涨，然后等到它再创出新高了之后，就把它抛掉，或者说是短线的做一个交易。你像跟之前交易黄金是一个道理，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中短长三个期限去交易。比方说，我们50%的资金拿出来做中线的交易，那然后30%拿来去做一个短线的交易，对吧？或者说20%再去择低的位的时候买入一个长线的交易，这都是可以的。就是按照时间换空间嘛，然后就一个维度的一个交易方式。那最后呢，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澳洲的 ASX 200的指数，这个放的是一个 China A50 的照片。大家都知道 ASX 200呢是由澳洲证交所筛选出来的最优质的200个澳股组成的指数。那么这个指数和个股之间的关系肯定是密不可分的。在知道这一点之后呢，在我们确定一个公司的基本面后，可以根据目前 ASX 200的指数所在的位置，选择现在是否是一个好的进场时机。从技术面来看，在确定 ASX 200的上涨趋势之后呢，我们可以在指数回调的时候买入我们之前比较看好的股票。因为大盘的下跌呢，必然会影响个股。就算它是一个比较好的公司，但是如果说整体大盘下跌的话呢，那肯定也是会受到拖累的。那如果说我们在技术上面看到 ASX 200已经接触到维加斯隧道的附近，准备触底反弹了，这个时候，在大盘反弹的过程中，个股呢也是会经历一个反弹的，因为它们两个之间是互相联系的嘛。那知道这一点之后呢，我们完全可以在一个 ASX 200上涨的趋势之中，我们可以买入澳股。我近期啊，频繁的用这个交易方式尝试了一下，也是屡试不爽，基本上准确率高达90%，只要买的不是特别烂，甚至是100%，每次都是进行一个这样一个高抛低吸的操作，这就是我的一个短线的交易方式吧。而且最近的行情也的确是比较好，澳股也是屡屡创出了新高，对吧？当然，现在ASX 200的指数呢，也已经到了一个7038点的高位。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还是比较尴尬的，因为现在不管是买涨还是做空，可能都不是特别好。如果说真的让您现在去买一些股票的话呢，可能也会觉得比较高。那做空嘛，可能又感觉它好像还没有涨完，感觉还是要蹦一蹦的。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呢，我建议大家可以先观望一下。我知道不少客户呢，在前2天的一个行情当中，也都已经获利了，然后大部分也都是选择了一个离场的操作。我觉得这是比较明智的，因为我们毕竟不是怎么说呢，大盘也不可能就是说连续这么长时间的十几天的连续创出新高啊。这种情况是可能，但是风险就比较高了，所以说大家可以先清就是减仓，然后呢等一等，看看行情具体是怎么样一个走势，或者说等一下美国那方面的消息，然后再决定是不是要在这个时候进场去做一些操作。当然我自己的话呢，现在是处于一个观望的状态。
那说完了指数的话，我们也来看一下外汇的方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镑美和澳美最近的走势。首先呢，这是一张澳美的日线图。澳美的日线图上面呢，显示澳币最近已经突破了维加斯隧道，再次出现了一个看涨的信号。这意味着澳元呢，未来可能再次开启一个长期的上涨。虽然澳洲今年还有很高的降息概率，可是在中美贸易战缓和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预期已经开始好转了，那2020年的澳元啊，也有可能就是从底部开始反弹。那这里我也要说一下，之前的网课我也有说过，就是我写了一篇报告，主要是看跌澳元的，对吧？但是我这个人呢，有一个优点，就是认错比较快。啊，在中美贸易战突然签订第一阶段协议的时候啊，我觉得这也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一个澳元下跌的一个走势，并且从技术上面来看，澳元也的确是已经开始回升了。对吧？那为了知行合一，对吧？我一看到这个形势，也就是跟我的客户说，我们现在绝对是不能够再进空单了。如果说它现在还是有一个震荡的行情，那我们就立马就是反弹到自己的入场的位置，就可以先把之前的空单先出掉，然后我们再看一看，对不对？现在其实最近几天澳元的走势也处于一个关键的情况。关键的走势节点吧，像是大家可以看到最右边这边啊，它的价格一直在维加斯隧道附近徘徊，而且呢，红线组和蓝线组也已经开始就是交织缠绕在一起了，所以说它未来几天呢会决定大部分市场对它未来看涨还是看跌的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那另外我们看一下镑美，那镑美呢，现在还是处于一个上涨的趋势当中。那美国在签署完贸易协议之后呢，现在是有点走弱的，主要还是因为特朗普的弹劾案，还有就是2020年美国大选的一个政治不稳定的原因，一直在下压美元。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新闻上里面也有提到，就是特朗普现在的情况不是很好，可能是2020年，本来是对他继续连任的观感比啊，就是支持的声音比较多。当然现在的话呢，也开始继续的不确定性的声音也就出来了。那像是之前我们一直提到的，那如果说一个国家它的政治有不稳定的因素的话，那对它的货币来说肯定是一个负面的影响。那相反，我们来看一看英国的话，英国将在今年啊本月的31号去进行一个脱欧啊，之前也跟大家说过，他跟那个欧盟定的日子呢，就是1月31号，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目前传出来的消息呢，还是进展比较顺利的，这对欧欧语啊不对，这对英镑来说呢，是一个比较强力的支撑啊，所以说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现在的那个价格也是处于一个上涨的态势当中。虽然说不像之前12月12日，就是英国大选时之前走势这么强劲，但是现在呢，也是在一个小幅的震荡上行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去清仓的去进场一下，然后等一下这1月31号的具体的消息出来，然后再做决定。那大家还有什么疑问吗？银行股，我们可以看一下。NAB 举个例子。从图形上来看，目前的跌势至少是止住了，而且有一个慢慢反弹的一个迹象。我们的红线组也是慢慢在靠近蓝线组，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信号吧，说明银行股现在已经开始有企稳的迹象了。如果想要去购买银行股的话，现在可以逐步去建仓了。
当然，如果您想要更加稳定、稳健一点的话，肯定是回到维加斯隧道之后，也就是在这个位置，26块钱，二十六块二，啊，这是26块5，稍等一下，也就是回到26块6上方再进场，会是一个比较稳健的一个选择。还有客户问一下澳纽的走势。澳纽，我觉得 Jackie 已经跟大家讲过很多遍了，像是澳纽这种产品呢，就是逢低买入，然后长期持有就行了。但它是有一个时间周期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交易黄金一样，对吧？它是一个至少是4个月、1个季度的一个投资方案，也就是到明年的4、5月份。啊，才能够看到一个它比较好的一个回升。那现在只要它下跌，对我们来说呢，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建仓的机会。NCM 的话，也就是黄金股，它其实对跟黄金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那如果说大家看好黄金股的话，黄金的话呢，我也会去买一些 NCM 或者说 NST 之类的黄金股。我觉得 NCM 现在的走势，可以去买一些，而且它也没有涨得很多。现在也是处于一个回升的状态。之前网课 Jackie 也跟大家应该聊过，就是黄金股它的走势其实是比黄金要快的，就黄金可以看作是一个更加早的一个上涨的信号。哦，今天 COS 是涨得比较凶猛的，今天一度达到16块2这样，今天一度达到了16块多，对。像是 COS 这种零售股的话，还是比较稳定的，就算它之前有一个回调，但它之后也是在一个蓄力的上涨当中，大家不用特别担心。NAN 也是呢，大家可以看得到，NAN 已经持续涨了5天了，然后今天有个比较大的回调，那回调之后呢，大家可以就看一下有没有一个更好的时机去买入，可以关注一下。NAN 也是我们 COCO 一直比较推荐的一个股票，他一直都很看好。A2 我最近没有关注了，因为它是一个贸易属性比较强的一个公司。但是从技术上来看的话，A2 现在的价格不算很高，有一定的上涨空间。但我觉得呢，像是之前蒙牛收购了贝拉美，我觉得这是对 A2 有一定的打击的。因为你想想看，就是如果说我是一个国企的话，
就是那肯定是国家的重点扶持对象，而且中国现在一直在宣扬，就是我们要喝自己产的奶啊之类的，肯定会对蒙牛包括贝拉美的扶持会比 AR 要多很多，他们能拿到的资源肯定不是 AR 未来能够比的。所以对于中国市场占有率这一块的话，也可以怎么说呢？AR 可能会有一定的劣势吧，对比蒙牛的话。NEA 是做那个地图的嘛，对吧？建模的。我觉得 NEA 现在的走势，它这个股票，大家可以看得到它的那个振幅，基本上就是处于一个震荡的一个走势。上面好像也没有突破3.05块，然后下面呢也不会跌破2.3块，所以这种公司。我最近，对他没有特别大的看法，对，当然，如果说你想要做波段的话，那 NEA 是有一个可操作的方式、可操作的空间的，因为你就完全可以等它再往上涨一点，然后就把它抛掉，然后再等到它在这里的时候再接一点，打个比方。它没有显示出一个很明显的上涨的趋势。那我们来看一下 Blackmore 吧，Blackmore 最近我还是比较看好它的。其实之前它一度跌到了60块钱，那现在呢已经是回到了90了，差不多接近90了，对不对？那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调整，那现在差不多是回调了50%的之前的股价了。那肯定是大家又对他有一些信心了。那 Blackmore 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的新闻，最近是不是在国内的一些销售的方式啊，出现一些变化。从技术上面来看的话，Blackmore 现在的走势是比较值得大家去关注买入的。可以添加到自选里面。AMP 的价格其实跟 NEA 差不多，它现在就是一个很徘徊的状态。如果说等它突破了1.96，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加仓买进。那 NEA 这个不是说错了，AMP 这个公司它就比较稳定，它不是波动一个很大的一个股票。那大家如果说现在已经有仓位了，那一直拿着问题也不是很大。而且它也的确是在维加斯隧道附近呢徘徊了很久了，那我们就是要等一个契机，比方说它发布了一个比较利好的消息，或者是出了年报，那它的股价一下子就会被拉升上去。AWC 铝矿，铝矿的呢，怎么说？AWC 其实，之前也在讲座中也跟大家提到过，AWC 是一个股息率很高的公司，好像是10%几。然后它的价格呢，跟铝价的影响很多。就如果说您持有 AWC 的话，一定要关注现在的铝价。包括伦敦金属交易市场出的一个铝价的未来预期，就是它的预期是，铝的需求是增多呢还是减少？然后铝的价格它也会给出一个比较大的也会给出一个预期。那这个预期还有它的 demand，还有它的需求的话呢，就跟 AWC 的股票股价。有一个比较紧密的联系。那 NCM 我们之前讲过了，就是现在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买入的机会，可以添加到自选。当然，我们今天所做的所说的所有一切都是一般性建议啊。当然，我自己
最喜欢的还是 NST，当然现在 NST 也是涨得比较多了。之前在10.2块的时候呢，就跟大家提到过这家公司啊，可以买一点。那现在也是11.88块啊，但也不着急。NST 这种公司属于波动比较大的，它涨了猛涨一段时间后呢，它的股价就开始跳动。Got SP。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就先讲到这儿。那感谢大家啊，来参加我们的网课，那我们下期再见。涨得一塌糊涂。